仪式现场。我们《花间令》是一部古装探案悬疑的言情剧。大家好，我是七一，然后在剧中饰演何薇跟上官芷。大家好，我是何薇，在剧中饰演潘越。希望未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一起如果能够过得非常的充实，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进组，兢兢业业拍摄，大家都回家。然后我之前做过的戏，在另一个剧本上之后都大爆了，希望场面也大爆。那么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90天、100天里边，大家，踏踏实实的全力以赴，做好爆款，谢谢。闪电，星辰无边，今日绝处又下奇迹。